边，就得看打野的节奏。这边，哎，这里闪现到了 ，Jacky 是闪现到了纸上面。来看看这波直接打招开始起来，左一从侧面绕过来，哦，超神 了，直接把这个镜给宰掉。捡技能开始疯狂的，老皮好肉啊！顶在前面，他一直在 A， 最后再来个护盾，没 A 死，还没死，但被一个 PK 收掉了。旁边捡个闪现来后，再收一个人头。接下来我先回到正面，一发平 A 打出丁币，一个金身，我复活满血起来的。但是这边 JK Love 的输出环境实在太好了呀，潘森能顶多久 ？JK Love 又闪现，闪现过来一枪，潘森这边还活着，星矢开始吸血了，又开启一个护盾，现在 JK Love 拿到了一个三杀。后续闪现过来一斧子针，丢死了南枪，南枪倒了之后，一技能再拉一下，被拉了回去。旁边大招是开始洗，那洗了个空气，这个话再往前跟进 ，Q 就走起来一个，应该是有收割了。这波又打炸了，哎，这个兵也走不掉了，直接被拦住了。之后左一拿到双杀，阿卡丽又被抢，但是 CT 爆到了辛德拉，这波 Knight 都直接被秒掉了呀。伊泽输出环境还不错，这个位置还没有人可以切到他，感觉伊泽还是再跳进去，全都是残血，伊泽要收割了。这边奥拉夫进场，一个科学战斧交了一个闪现，但是没有吸回来，闪现躲了一个 Q， 这边一发 W 平 A 进去，触发了 W， 还是最后一下 QA。三杀到手，